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ody 妈妈。今天我又去逛了 Home Depot， 终于买到了我心心念念已久的欧拉拉 Spider 大冰菊。这个菊花呢开得特别漂亮，所以我已经想买。今天终于5块钱买到了，涨价17.98块已经降到了5块钱，所以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。大冰菊多年生菊科，适合于用室到用久。它还有其他的一般普通大冰菊也打折了5块钱。大冰菊一旦定植以后，对水肥的要求都不高，一周浇一次水，一个月浇一次15、30、15的复合肥就可以了。喜欢全阳光，土壤排水良好即可。它的宽度和高度都可以达到30到40厘米。它的花期从6月底一直可以开到秋冬，所以非常长，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打理的植物。另外在 Home Depot 还看见了薰衣草，这个也是5块钱，据说也是可以过冬的，但是我自己没有种过。然后这个是日历里也是2块钱了，还有一些秋菊，感觉没有打折，因为还是刚刚的新货。这个是 Blanket Flower， 这是叫天人菊，这个也是多年生的，在卡尔加里也是可以过冬的，所以现在是2块钱，我觉得也是比较好，因为我已经有这个花了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我今天是去的是 Shaughnessy 的 Home Depot， 一会儿我会把地址写在我本视频的下方。然后呢，它那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像鼠尾草啊，还有一些石竹，打折。这是在 Clarence 的区域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